Hello， 我的话，我中医那时候就收了那么久，终于收到一个绿色的冰箱了。你看，这绿色就是那个怀旧复古的绿，还有一个，这样就是那个亚运会的牌子，都贴久了都有个印子在那里。它还是一个万宝的牌子，看这里还有一些岁月的痕迹在这里，一个小把手也是，真的是太漂亮了。朋友搬了新租房，要清理一些旧物，问我要不要，那我肯定是要的啦。噔噔噔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它这有什么旧老家具先。噔噔噔噔，哇天哪，这个柜子是那种立式的，立式的柜子，然后还有一个旧冰箱。这边这个的话是一个高低柜，这种高低柜我记得是这个是放电视，这边就没有了。看一下他的一个老冰箱，哇天哦，这个房东还挺节俭的。你有没有试过这个可不可以用啊？可以用应该。哦，加雪种啊。这个唔使加嘅啫。嗯。然之后嘅话就呢度有个，这里就有个超级大的以前的那种旧柜子，一般是放衣服。那么深，还有两层，真的挺深的。嗯，什么来的？然后我还看到它墙上还有一个很旧的灯，也是那种应该八九十年代哦，广州灯具厂。幽光，悠悠的绿光，还有花纹的碗，呢种几好啊！你哋用咩留低？哇，咁大！呢啲你哋房东呢度嘅。嗯。这边有一个抽屉，这个抽屉设计我觉得是挺漂亮的，它的这种。旁边是用一个小柜子支撑，然后这两边的话是两根木头，还是实木的木头，这个设计可以哦。然后下面的话空间会更大更多一点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的书衣柜，衣柜晒衣服，旧凳子，以前屋企就用呢啲凳啊，呢种凳咩嗰个咩？周星驰个板凳，神人于无形，藏于街头。呢度讲咩你？点啊点啊依家？哇！睇下咩材质。啊，好似咁似嗰啲玩具嘅。系咯，佢咪求其喺街边买翻嚟噶。咩啊？你个配色配翻啲贵。啊，系啊。应该系做嗰时订做噶啦，衣针嚟喎。好特别啊！好似嗰啲小朋友玩嗰啲。好神奇啊！识两个仔咁啊？系啊。哇，真是神奇啊！挺漂亮的。的话本身我这个店这里面的话就已经塞爆了，所以我正在腾一个位置，就打算腾这边的位置。反正这个位置的话是不想动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冰箱只能放这里了，要把这个移到旁边这里，然后这边的话基本是不能动的。OK， 那就开干吧。到最后的话，感谢我的朋友波波和小姚，比心。